我跟你讲，以前的视频看你又小又瘦又苗条，现在呢，我感觉就是岁月不饶人。被摧毁，老是打击我，被摧毁了，被摧毁了，我姐被摧毁了。以前我真的就是从来没有发现过这时间能就像水一样的流淌，要太快了。我觉得，尤其是这两年啊，以前是拼了命的想从那个家里面逃出来，现在是拼了命的想回去，但回不去了。算了，咱们不聊那些了，那个珍惜眼前是最好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老板娘的这个洋绿色的葫芦的耳钉，给你们看，姐姐们，说真的好辣好辣。这个一万五，给你实在价。这个一万五，那就不用谈了，妹，你打的那么高的价钱，你要飞起来了。没有，你看它裸丝的质量，而且我知道裸丝的质量，我就才给你谈这个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还挺漂亮的。像这种绿货的话，它是那种正色正料的，然后今年的这种价格的话，其实涨得挺快的，因为它这个的话没有任何的飘花，也没有任何的那种就色不满的那种，全都是很满的，我很喜欢这两个葫芦。给你都是实实在在的，价格我看不上，我跟你讲，拿我的伤害一下来去对比一下，无论大小就论种水，一对比的话就会直接，你看这个种水的话就有色无种，种水就欠缺了很多，这个呢就是小而精，颜色很漂亮。卖家来了，实在一点来，实打实的价格的，又不是说给别人乱报价的，没给你开价的，又不是不知道你是做直播间的，有大量的粉丝，价钱打低一点还能圈圈粉是吧？细水长流的生意，又不是做一单生意的，是不是？买断的价钱，行的话帮你开张了，真的。不可能的，谢谢给价，没关系的。我最难他跟你说话了，说明我这东西有质量，我东西有质量，没关系，还难得你能看得上。别拒绝我，别拒绝我，这种别拒绝我，这种人家都不用考虑的，这种老板级别的人能看得上的东西，不可能才这种价位的，都是要过万的，好不好？不可能的。就拍个视频宣传一下，有喜欢的再来淘宝。不要，我要买断的价钱。我不是说给谁拍什么视频，我出来就是为了买货。主要是怕耽误你时间，你的时间比较宝贵。我的时间都是为你而敞开的，知道吗？你要跟我谈，我才有激情，知道吗？你要是不跟我谈，我哪里来的激情？这个价是不可能的，差太多了。加300块钱，拿走可以，价钱不是这个价。价钱聊聊嘛，你再聊一聊嘛。那你最低多少钱嘛？你再跟我聊聊，好不好？是最低的，我都直接。最低多少钱？最低多少钱？直接打通给你看。最低多少钱？刚说一万一的，不过万的给你9900，那你才让我100块钱。没有，你看质量不一样了，我们家是做那种小而精的。我知道，质量很有质量的。飘花的佛光，肚里藏金啊，这一抹色好漂亮啊，跟你人一样的，又美丽又漂亮。就是价格有点不美丽，这个颜色很漂亮，挺喜欢的。它这上面的话是18K 金真金，这段镶嵌的，我觉得耳饰的话特别能修饰脸型，特别漂亮。好看，这价格有点不美丽，行吗？那再加200块钱不行就算了，我就没办法再跟你谈了，再加200块钱行吗？再加200，我看了，我不要配你这个耳堵，我要配金耳堵。金耳堵我可以配给你，小问题，我现在只能给你试戴。我不要你的那个价钱，那我就不用谈了。刚刚加了300了，一直在给你加，你得让我嘞。我直接买断的价钱，我直接给你底价看了，是不是？我是不是够诚心的？而且你也我看不见你那个本钱。你也挺少能照顾我们的，说老实话，行吗？你给的价起步价太低了。啊，就你废话这么多，没有，这种稍微大一点都花费，这种稍微大一点都要花费。将近就香了多少？哇，你再拉价的话，我觉得我真的一点都不喜欢你了，不要再拉了，再拉的话就没意思了。我打电话问一下啊，你那个价钱能？你这个东西还要打电话吗？我打的价格跟你打的价格有差多远吗？我真的没给你报价钱，我如果说想，你行吗？行的话就开张吧，你问吧。上次我应该还是给你报高一点。没有，差不多了。还有感觉，你谈价才有感觉。没有，我是看货给价的，不是说听你的叫价来还价的。我真的不给你开一点点的，想着你也挺少能来光顾我们照顾我们的，我能给你开价，想着下次还有机会。我对你没有隐瞒的，想着就是说第一次打交道多多机会。我们俩才第一次打交道吗？跟你面对面第一次打交道。最近啊，我知道你们拿出去给别人拍照片卖贵，打得高，我们利润高。这个打我是卖给别人肯定会那一个，给你就太没卖给人家打要打这个价，因为人家会谈一点空间，我们要拢点空间给人家谈。我给你时间就这样子，你还要跟我谈，确实没谈多少，就是我也是掏心掏肺的给你，因为也是新货，我怕你也看不到价。老实说实话，实话实讲，实话实讲。高了嘛，人家也不想给你再拉拉扯扯的，觉得。而且我有一对大的，应该这对是小的，不要等一下你拿了大的，我拍出小的翘，我更是晕死。不会不会的，你打。这个耳饰不小了，可以了吗？
不多了，你自己做主了吧啊！我给你转钱，回去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帮你装一下。其实这对耳钉的话，能达到过万的品质，它的质量是真的非常的好，有种有水有色，然后色的话都是那种正色正料，不是那种微料啊。它这一块的话就是拿回去戴着永远都不会变种的那种，而且品质真的非常很在线，喜欢的宝宝千万不要错过了哟。开张，老板娘，你开心的，老板娘不开心。对呀、啊，他们还说来，给我了，不要再拉了，再拉的话就没意思了。看也会不会卖错啊？这个价格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真的会有点低的离谱啊！来吧，刚刚卖错对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个有点大的，不会，大衣在这里我不好对比。没事，来给我吧。好，拿个袋子给你。给我个袋子。好。